其实我又给凤姐找了个好活。上次你做那皮冻拿回家，我妈吃稀罕巴叉的。是吧？今天我看看咋做的，回去我也做。你嘴下面超硬，能扎透赶紧捞出来，要不就焦了。别烫着我姐，把里外的油都刮干净。不刮干净能咋？这影响成型。这老爹整的啥时候都过来帮忙了，肘子拿出来，咱再整点那个臀冻。我去，你听过没整？我是不想干了。多亏你，干完了回去干活吧。倒的是温水，必须用温水洗。放点小苏打、盐、白醋，生着水多喝。一会儿得把这个水洗得贼清。这第几遍了？我也忘了，反正水清了就行。然后一碗肉皮，三碗水。上锅蒸两个小时、啊、快来见证奇迹了。哎呦我去，看看清香，这样就行了。这么热，这不是滚的呢，走了吧。你今天怎么那么积极？比我着急下班。放窗台凉一宿，这已经是一下午的成果了。这天儿都黑了，下班吧，赶紧下班吧。哎呀，咋样了吗？哎呦我，你看看这大头，哎呦，玩坏了一会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快切吧！它比上一次做的更好。能扣过光看到吗？你快拿着我尝尝，我尝尝。睡点青豆，一会儿给你们煲汤包。哎呀，这行啊，水晶豆。我操，你太会研究了。嗯，上帝先蒸，口味就挺怪。你看这个，咱先吃啊！我得尝尝这个。哎呦，无敌呀、啊！这个好吃、啊，无敌呀、啊！蘸点蒜酱，嗯，明快走。哎，这次真成功了！哇，你家做就是给买的。我的天哪，你这有点太水了吧？我看几天前，我早就想这么试试了。有的做的夹不起来，这是面熬的时候。哎，这个蘸的也行，上嘴也没一会儿就化了。这不就是东北公主的下午茶吗？天天搁这边儿也好了吧？哇，这包子太好了！水袋儿，哎呦我。哎呦我去，咋样？不痛不急？包子你俩比划啥呢？干了，不是，搁快点。行，我给你打开。吃口鲜。哎呀，这大片肉，再干一个。冬天吃点这玩意儿太爽了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不爽。快点给你。给我！哎呀，这时光慢些吧。慢几秒。